刘畊宏今年将生活重心转往大陆，之前疫情期间因为开直播教大家跳健身操，人气再度大爆红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他的粉丝数就暴涨6000万，也让他活动代言接不停。根据大陆媒体报道，最近因为即将迎来的618购物节，不少广告商都纷纷开始投广告。其中抖音粉丝数逼近7000万的刘畊宏，短短20秒的影片就报价60万人民币，价码可说是超级惊人。不过也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因为去年亏损比较严重，不少厂商都改选择用中小型的网红或是素人来带货，因此也不是很确定这次的购物节活动刘畊宏会接到几个商品。不过网友纷纷认为收入金额应该还是很可观啊。